燃烧热量，动出好体质。欢迎收看《要健康就运动》。Hello， 各位，我们又见面了，准备好来接招吗？我们一起来吧。好，我们今天的话一样，一开始有三个热身的动作会搭配在我们，就是会一开始会去执行。好，等一下一开始第一个动作的话，我们是对侧手脚要去互碰，好，稍微把我们的心跳去做提升。第二个的话是顺势的往前爬，呈现一个平板式来启动我们的核心。OK， 那最后一个部分的话是我们的髋部肌肉的启动。OK。好，来，等一下，一开始的部分的话，我们的双脚会先跟我们的臀部是一样宽的部分，然后你要去稍微的去检视一下你的周围的空间是不是 OK， 哦，因为我们等一下会做一个小跳的动作。那等一下呢，我们的对侧手，哦，会去碰对侧脚的后跟 ，OK， 所以对侧手碰对侧脚的后跟之后，顺势的换边，哦，去做左右的来回的碰触 ，OK， 稍微的去跳一下，让我们的心跳去做一点启动 ，OK。所以等一下的部分的话，姿势维持，然后稍微检视一下周围之后，我们的对侧手去碰、去碰、去碰。一开始的部分的话，你可以稍微的是在原地去做执行 ，OK。然后如果你觉得这个动作你已经开始熟悉的情况底下，我们就会稍微跳一下。那等下执行的次数，我们只要执行20下就好了，不希望各位把体力完全的是花在我们的热身上面。OK， 所以一开始我们先稍微去测试一下，好，动作没有问题，我们就开始小跳。然后这时候我们就要搭配我们的呼吸，然后用我们的脚掌去做一点轻盈的动作，好，就是执行这20下的动作。OK。好，来第二个的话，我们要去做往前爬核心的启动，所以等一下呢，双脚踩稳，屁股顺势的往后推，所以我们膝盖会有点微微的弯曲，感觉到我们的后侧的紧绷。好，之后我们的双手会顺势的慢慢的往前爬，在爬的过程之中，不希望各位的屁股会有左右晃动的情况。好，确定是肩膀跟手腕呈现一直线之后，屁股往上带。肩膀推推推推，好，膝盖撑在地板上，顺势的站起来，好，一样屁股再次往后推，感觉腿后侧的紧绷，头背尽量呈现一直线，所以我在爬的过程之中，我们都希望身体要呈现平稳稳定，屁股抬，哎，顺势的往后推，好，动作慢，希望各位把细节去处理好，我们执行三次就好，往后推，往前爬，好，身体稳定，再顺势的往后推，哎，站起来，好，来第三个动作的话，我们是做髋屈，哦，稍微的启动一下我们的屁股，所以双脚一开始不要开太大，稍微的靠近一点点，稳定好之后呢，把我们的脚以翘二郎腿的方式执行，确定好我们的髋部。哦，不会因为翘脚而任何的弯曲，之后把我们的屁股顺势往后推，再搭配一点膝盖的弯曲，让我们的髋部的感觉会变比较深刻。单脚顺势的站起来，好，稍微看一下侧面，脚翘好，稳定我们的髋，屁股往后搭配膝盖的弯曲，感觉臀部的紧绷，顺势的站起来 ，OK。所以我们在做的过程之中，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在以不扶东西的情况底下来执行，然后启动我们更多的小肌肉。然后如果你觉得动作你觉得不透熟悉，然后我们就稍微的找一点东西去扶，来去做支撑。好，那一边的话，我们就是执行五下就可以了。好，来，今天训练的范畴的话，会是以弓箭步的变化来当做我们今天的挑战。好，所以等一下一开始的部分的话，我们先稍微的去提醒各位一下弓箭步怎么样去执行。所以等一下我们有可能会使用跪的方式来去做稍微的提点。那所以如果有跪的部分的话，如果你有软的垫子或者是一些可以卷起来，会是比如不会直接让膝盖硬碰硬的地方就可以。好。
那等一下的部分的话，我们就先以我们的轴心脚哦，当做我们的前脚的部分，所以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们的前脚，所以确定一下你的膝盖会尽量的呈现90度，那后面的脚的部分的话也是尽量的呈现90度，那最重要的部分，好，最重要的部分其实是上半身，原因是因为如果你是做到驼背的情况底下的话，连带影响到的话会是我们的下背跟我们的骨盆周围的肌肉没办法帮你去做维持，所以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身体是呈现一个挺胸的状态，我们的弓箭步的动作才会比较完美，受伤的风险才会降得比较低，所以一开始你可以先练习弓步怎么样去执行，双手会顺势放在身体的两侧，会顺势的抬起来 ，and 屁股坐下去，抬起来 ，and 屁股坐下去，好，稍微的去练习一下你的肌肉该怎么样去使用，好，之后你就可以顺势的换边一样，征召一下我们的肌肉，告诉他说我们准备要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训练。OK， 好，好，所以这个动作我们先稍微了解到之后，我们等一下一开始的弓步的变化是属于往后退的动作，所以等一下呢，我们的双脚要稍微的靠近，稳定好之后，我们等一下会顺势的把脚往后点，那往后点的过程中，我们的脚跟一定要带起来，我们的重心才会留在前侧，如果你是把脚跟踩下去，可能一些动作就会跑掉，好，来稳定。所以一开始你的手可以叉腰，把你的脚先往后点，所以重心会拉到两只脚的中间，你再顺势的把我们前脚方向的屁股往下坐，所以往下坐，屁股往下，膝盖往下，动作就会比较完美。之后顺势的推起来，换边，点，下，推，点，下。推，重点，上半身维持住它的张力，动作才会变得比较漂亮。OK，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是我们要去启动一下我们的核心帮忙，所以我们会搭配我们的手来去做执行。那我们的手的执行的部分的话，就是在我们的下巴跟我们的口袋来回的交错，所以是运用到我们的肩膀的维持。所以假如我的前脚的方向是右脚，我在往后退的时候就是左手带起来，顺势的站直，换边往后退的时候，右脚往后，右手带起来，上来，准备，上，换边，上，执行，一只脚十下，稳定，屁股坐的时候就用力盯住，身体的张力拿出来，往后点，哦，一只脚去执行十下，总 total 会是执行20下的部分，哦，一开始的动作会比较简单。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就会是有往后，就一定会有往前的动作。可是往前的部分的话，可能要跟各位讲一下，往前的时候对于膝盖的压力性会变比较大，所以你在往前的时候，你必须要把你的重心，把你的肌肉全部都要处理好，我们才能把速度加出来。OK， 稍微看一下，所以一样，双脚先靠近一点点，让重心是留在我们身体的中间。我们的脚在往前跨的时候，后脚的脚跟就要顺势的提起来。OK 吗？有稍微看到吗？身体稳定好，往前跨，后脚脚跟顺势带起来，我们的身体会留在两只脚的中间。好，之后就下去 ，and 用你的力量。推回来，哦，先踩重心下去，屁股膝盖往下推回来 ，OK， 所以我们稍微来加一点速度，点下去推，点下去推，点下去推，再来下去推，好，来再把强度增加下去，就直接把身体去撑住，用肌肉的张力去保护你。下去，推，有重力就会有反作用力，把身体往上带起来。好，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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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再来的话，我们就要把我们的手带进去。
所以往前跨，右脚，所以我们的左手会顺势带起来做身体的平衡。好，双手手指打开来，放到身体的两侧，换边，换边，换边，脊椎挺直，稳定。所以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除了前侧大腿的张力之外，就是后侧的稳定，因为它必须要去保护你完成这个动作。OK， 所以有前有后，最后我们要把它融合起来，也就是要把强度增加，我们就会执行跳的部分。那刚刚的动作的话也是一样，哦，后侧每只脚都是进行十下，从 total 20下，前方也是一样，哦，一只脚进行十下，然后从 total 是20下，然后做3到4 round 就可以了。好，那最后一个的话，因为它的强度会拉高，我们会去做跳的动作，所以给各位有一个观念，就是说，因为我们的身体在往下的过程，如果你下去很低的情况底下，你要把身体拉回来，动作会变成很慢，所以你在做跨步在跳起来的时候，你的幅度下去可以少一点，大概蹲1/3就可以了。好，稍微看一下哈，我们稳定，跳起来稳定，手顺势的帮我们带平衡。带平衡，哦，稍微看一下前侧，哦，一样，你可以先把姿势站稳，蹲下去，下去一点点就好，身体定住，定住，定住，哦，那因为这个强度会比较强，你就不一定要执行一只脚十下，你可能变成一只脚5下，可是，在这么快的节奏的情况底下。你必须要把身体的一些稳定度都要拉出来，你整体的效率性才会变比较高 ，OK 吗？吼，然后所以你的重心无论如何，在做任何弓箭步的训练，都一定要维持在中间，而不要太多往前，或是把重心都留在后侧 ，OK 吗？吼，所以你在稳定的过程之中，你的膝盖不会往前跑，也不会往后顶，你就只要感觉你的力量都是往下。往上，往下，往上，往下，往上，这样就去执行，你整体的一些受伤的情况就会变得比较小，然后去完成它。OK， 最后的部分的话，我们会进行的话是缓和的动作。那第一个部分的话，我们会选择婴儿式来当做我们的伸展的第一个动作。等一下一开始的部分的话，我们的身体会呈现四足跪姿。好，稳定好之后呢？把我们的屁股顺势的先往后推，所以确定我们的骨盆不会做任何的歪斜。好，之后我们的双手会顺势的往前爬，让我们的背部去做延展。好，这时候身体感觉背部有肌肉拉伸的感觉之后，帮我做2到3个深呼吸。好，之后就把我们的身体往前推起来。OK， 来第二个部分的话，我们会执行的是我们的髋部的伸展。所以等一下呢，让我们的屁股的坐骨是能坐稳在地板上面，双手的中指可以微微的朝外，让我们的胸口有挺胸的感觉。好，之后把我们的脚顺势的翘到我们的对侧脚上面，另外一只脚上方。好，之后让上半身脊椎延伸挺胸，感觉我们的屁股会稍微有点紧绷的感觉，稍微做一点停留就好，大概时间执行是10到15秒就 OK。好，来稳定好之后，我们就顺势换边姿势，你可以重新设定，让我们的脊椎哦稍微去做延展，屁股稍微的往下坐，不要感觉是驼背的来完成，而是稍微要有挺胸的感觉，也是一样，执行10到15秒。这是第二个动作，那最后一个我们就稍微的拉伸一下我们的内侧，所以我们的双脚的脚掌稍微有点并拢，双手会顺势抓住我们的脚掌，然后感觉我们的屁股坐稳在地板上面，脊椎往上拉，吸气，吐气，你要感觉到两侧的膝盖会往外延展，把我们的脊椎往上挺起来。吸气的时候，我们肌肉可以稍微的回弹，然后吐气的时候再次的延展，帮我执行2到3下就可以了。OK， 各位有被洗礼的感觉吗？没有，对不对？我就知道，没关系，我们之后还有很多机会可以让各位来尝试尝试。谢谢收看，要健康就运动。